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陵水了。陵水不在三亚内，它在离三亚到万宁的中间这个地方。我们这两天准备拍婚纱照了。上一个视频不是告诉大家订的是伯爵旅拍吗？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基地，叫一号基地。最开始我是以为它在三亚的亚龙湾，那样也是比较方便，但没想到它其实在陵水县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现在搭高铁来到这个地方，它离三亚是80多公里，搭高铁过来也是非常方便的。我们现在就要去基地登记，然后今天会选服饰，一共是3天2晚的一个行程。第一天，也就是现在，我预约了晚上6点选衣服。然后明天上的时间点是咱们6点40分，咱们7点05分就上那个大巴车来到咱们一号基地这边就可以了哈。今天回去洗个脸，敷个面膜，洗个头，头发不要上后发束哈。咱们入住的酒店是荣怡温情酒店，今天跟明天2个晚上。然后我们后天选片的话是上午10点，希望你们自己打车过来哈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我在试衣服，这是我选出来的几件，我现在已经选了1个多小时了。基本上他们选衣服试衣服的时间总共都有2个小时，然后我男朋友在那边选西服呢。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，现在都已经8点多了，第二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来。所以说我觉得拍婚纱照这几天还是挺辛苦的，尽量能给我累瘦，因为这两天我又在家吃胖了。他们男士这边也有超多款式的西服，然后各种颜色的哦，我觉得蛮好看的呀，这件可以，先选女生的，然后再选男生的，这样的话用男生搭配女生，一共就是5款的造型。这边帮我们试纱的小姐姐很好，给我们一人买了一个当地的椰子盒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酒店了，我想应该不用给大家录 room tour 了，因为只有这么一小点儿。我觉得这个酒店可能，珠子你觉得是3星？2星，不至于2星吧，3星差不多。一天晚上原价是400多，如果我们再订的话还可以打折，是299一天，还行吧，凑合住，反正就2天。我们现在在酒店旁边的大排档吃点晚餐，现在已经是9:50了，反正环境也是超级的恶劣，但味道还不错。一份辣子鸡要68块钱，特别破的一个大排档，那菜价还是很贵的。现在是第二天早上的6:20左右，我们今天差不多5:30就起来，然后洗个头，把脸上护肤好，我连防晒都没有擦，到那边他会帮我，然后他有特意强调我洗头的时候不能用护发素，否则太顺滑的时候可能是他给我卷的卷会比较容易掉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昨天晚上我们两个都没睡好，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床不是很舒服的原因，还是因为今天拍照比较激动，基本上我们两个都是隔2个小时1个小时就醒一次的那种。然后还有一点很后悔的事儿，就是我竟然没有带 SK2 前男友面膜。一般第二天我需要拍照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事之前，我都会用那个，结果我忘从家带过来了。现在来化妆啦，这是他的化妆品，其实好像还有挺多认识的品牌的啊。特别是正面的时候一定要去变脸，还有正常情况下呢，我会让你故意侧一点点，整侧一些些，对，整侧一点，把脚往前踩出来，好，对，往前踩。近的话，第一，哦。会有我们现在已经换好衣服，化完妆了，再往拍照的地方走。这是我们的摄影师，化完妆感受怎么样？有点不太行。我也拿着给你拍呀。是啊。来，打个招呼。来，扎头。哎，对，来，好。现在我们两个在拍微电影，现在是我男朋友的 solo， 僵硬的男子。现在
在已经被打包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饭。基地旁边的超市里，他们这里有一些面可以当做午餐。这里的工作人员啊，包括新人摄影都在这里。谢谢。我们的简易午餐，他点的是四川凉面，然后我的是方便面加蛋加肠，这边买了两袋金针菇放在里面。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但我现在超饿超级馋，你干嘛偷吃我的面？吃一口。我们还点了一个大肉肠。金针菇杀手，吃了四袋金针菇，又把我的面都吃了。三套拍海边，然后我穿了一个轻纱，他选了一个浅色的西服。然后他给我改了一个比较粉嫩的妆，刚才就是比较酷，我觉得还这样更适合我。所以说在这照相的完全不怕别人会挡着你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元素，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本，但其实还挺出片的。一号基地呢还挺适合拍大众化的那种婚纱照，要说想走纯高端小众的，我觉得这里其实没那么适合，就像其实这不是我非常追求的那种风格。现在是我男朋友的化妆时间，趁这个时间我要吃点东西。我现在基本上是每照完一组照片我都会饿，这个东西真的太消耗体力了。吃个蛋黄派，看我的前胸都已经晒伤了，而且还是我涂完50倍防晒的效果。需要经过这种崎岖的山路，最后达到拍照的目的地，翻山越岭，真的是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哇塞，这块真的很不好走。终于到了最后一组了，我们最后一组是一个棚拍，是韩式内景，然后这有点可怕。我觉得主要耽误时间都是耽误在我化妆的时间，然后现在我们在往内景的地方走。Hello， 我们现在终于拍完了，现在拍完的时间是8:33，然后我们由于昨天的条件简直太艰苦了，无论是住的还是吃的，结果今天呢我们决定住三亚，并且我们租了一辆车，刚才已经给我们送过来了，这个是在三亚租的车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着小车去那个不太好的酒店退房，然后就开去三亚喽。大家看看我们租的小车，是一个奔驰 E Class 双门敞篷版，开心，今天终于不用在这个小乡村里受委屈啦。这个新款的 E 还挺帅的，对啊，挺酷的。出发出发，这个倒很可怕。横右三，一个车一个路灯都没有，然后撞上了一个大石头，一石头大红字儿。即将右转。嗯，闭嘴吧，别吓唬我。哇，这个地方真的太恐怖了，我应该是这辈子只来这一次，永远不会再来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新开的酒店啦。就是三亚亚龙湾的美高梅酒店，真的整体跟刚才就是完全不同了，还是照例给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。 这边是一个双人的洗手台，然后一个浴缸，干湿分离的淋浴间和马桶，一个大床房。这巧克力真的在流，哎，这是巧克力吗？刚刚在亮的地方才注意到我们这个车竟然是一个小蓝，还挺好看的。我们到了专业的这个采耳 SPA 馆，现在已经是半夜的11:30了。
Morning， 大家，现在是照完结婚照之后的一天。我们约了早上十点去选片，现在是九点整，开过去要一个小时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从亚龙湾出发去陵水县，十点去选片，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。选完片我们到时候再回来，今天换一个酒店住。咱登记的一个选片流程呢，就是说先浏览一遍你们照片，照片看完之后呢，我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合同里边都有一些什么东西，也会带你们去看。看完之后呢，整体就对照片进行一个筛选了。啊，筛选的话呢，总共是分为两次。那么第一次的话呢，就是对一些咱们动作、表情不好的直接 pass 掉了。啊，第二次的话呢，我也会针对啊一些像素的排版啊、如厕的一些要求，给他们一些建议。这里又送您挚爱2000套照片墙一组，啊，还有一个摩纳哥6000套照片墙一组，相当于咱们照片墙的话呢是两套，对吧？一个2000套，一个6000套，啊，每增加一张照片入册的话呢是140，啊，完了大本上册加一个百页的话呢是360，小本上册加一个百页的话呢是260。一个百页就是里面的一张。大家可能修完之后您感觉，哎，我可能修完之后还是有点胖，可以再瘦一点吗？可以。嗯，或者说感觉有纹，哎，我这个身形啊有点矮，能拉高一些嘛，也可以。整体的一个色调啊，背景呢可能偏亮了啊，能稍微暗一点也都可以。嗯，所以说一会儿在咱们在浏览你的照片过程当中啊，有什么一些个人的一些修图想法、修图要求，要及时跟我说。嗨，我们现在已经选片出来了，我们一共照了300多张照片，然后我们的套餐里面包含的是49张，也就是50张照片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升级了套餐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本身元代的那个套餐的相册特别的难看，就简直就像妈妈那个年代照的结婚照的相册一样，所以说最后就更新了一下那个相册，一共多交了3900多块钱，里面就给我们附加了20多张照片，一共是80张，我觉得是刚刚好的。现在刚从美高美酒店办完退房，然后来旁边亚龙湾这边一个小吃的 plaza 里买一杯喜茶喝。那个辣椒粉没了，他退给你1块钱。1块钱，好久没见了。嗯。现在正开去海棠湾的路上，刚不是把美高美酒店那个办理退房了吗？然后今天我们决定入住另一家酒店，但是具体是哪家酒店呢我也不知道，他说他会给我一个惊喜。所有的房间好像都是那种别墅的哈，我也不知道，都是小房子，是吗？是的。咱们要是嫌电瓶车慢的话，咱们也可以步行去早餐厅。早餐厅的话，前面那个路口右手边上去就到。我们是这一间吗？对，8823，咱们这里刷卡了，把手需要再留一下。进门的话是左手边，出去的话是右手边。去中机的话，这边是有标志，插卡的话是在里面。
咱们要是拿到别的插口的话，它有些插口就设置电压，用不上电，因为安全起见设置电压了。然后牙刷之类的这些类品的话都在抽屉里面。好。然后这边白帘的话也是可以升降的，开关的话是在咱们的右手边。好。那些白上面。嗯。对，然后咱们继续吧。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迷你吧，就是小冰箱嘛，它里面的原料的话是免费的，就每天一用一补，用完再通知我们给你补。好。对，然后桌子上这些咖啡胶囊都是可以的，用完再通知我们给你补。嗯。然后这边建议咱们平时出门在外把门窗关好，第一是影响室内温度，第二是这边蚊子比较多。嗯。我们泳池的话，水深是1.2米的，风吹有落叶就可以跟着我们过来打捞一下。嗯，水是全程开着循环的。好。每一个房间里都有配备自己的私人泳池，我对这里真的是超级满意，不愧是我男朋友给我的一个惊喜。虽然我猜的是亚特兰蒂斯，但我觉得这个环境就是很适合度假。也不比那个差。刚酒店办理入住，送给我们两个椰子和康爱德自己的饼干。叮叮叮，好需要勇气啊！你快一点，我给你踹下去了。有那么冷吗？真可惜，我没有泳衣陪不了你。我可以趁现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聊聊我这个婚纱照的全过程。这个婚纱照呢，我定它是当时的那个伯爵旅拍的客户经理跟我说，他们有一个内购还是什么团购的一个优惠，然后我花了7599团购了一个19050，差不多是这个价格的一个套餐。但是其实在国内19000这个价格属于很高端的一个套系了。金牛座的我也觉得7500确实捡到了一个便宜。结果我们到那儿了，第一天去做登记的时候才知道，我订原价19000的套餐呢，其实并没有享受到这个原本应有的这个 level。然后我当时就感觉心里好像有点不太舒服，但其实也不算被坑吧，也怪我自己没有搞清楚。令我不舒服的点其实还不仅仅只有这一点。当我决定在三亚拍旅拍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它是有两个基地的，它是有分一个亚龙湾的拍摄基地和一个一号基地，起码我是以为都是在三亚市区内的。结果就在我拍婚纱照的前两天，我跟那个客户经理联系，因为他们是包酒店的，我就想说酒店可不可以升级。但是那个客户经理跟我说，在他们那个地区附近的酒店，他给我订的就是差不多是很好的了。当时我就很疑虑，我想说三亚的酒店不是有很多吗？结果我让他给我发了个定位，我才知道他是在陵水县里，还是在陵水县的一个小村庄，就是一个挺偏僻的地方。然后刚刚说到我那个摄影团队包括化妆师都是比较基本的嘛，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升级，结果我们就给他升级成了样片，也就是他们最高级的技术团队。然后当时是赶上了一个优惠，如果在他们家订一个礼服的话，就给我们免费升级成这个。那个礼服差不多是4880块钱。我男朋友订了一套西装，正好他一套都没有订的，然后也看中一个还不错的，订了一套西装，免费给我们升级到了最高的一个样片团队，包括整个的化妆师、摄影团队和后期。所以说直到第一天呢，我消费的价格是7500块钱加上个4880块钱。然后第二步就是到了昨天我们拍摄那一天。昨天的拍摄真的超级累，也许是我好久没有连轴转整一天了，所以说昨天就特别累。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被晒伤了。我拍泳池那一套，其实我第一套我是有涂防晒的，只不过可能没有那么细致，现在晒出了一个深 V。大家能看到我这全是红的，又痛又痒，现在肩膀这边也都晒坏了。所以说拍婚纱照那天，大家如果选择在三亚这种偏热带地区，一定一定要涂防晒。昨天一共拍5套衣服嘛，所有服务我们的人从化妆师到摄影团队，我觉得都非常的专业，这点我觉得还挺好的。还有一点让我心里稍微有一点不舒服的，就是今天选片也加了钱，因为他原本赠我们那个相册真的是非常的丑，就是让正常人我觉得都无法接受的那种，比较老气，像10年20年之前的那种相册。然后我就想给他升级，问了一下价格，他能给我升级的相册呢，一个是3000多，一个是5000多，还有一个好像是9000多。我觉得本身我们对这种影集就没有太感冒，无非就是给家里人那边留着，我们自己用电子档就足够了，所以说我就不想说花太高的价格，于是我就选择了性价比更高的3688那一套。所以说最后我一共这次的旅拍，刨去这些酒店不说啊，我一共花的是7500、
加上个4880，但是这个是包含一个西服的，这个不算了，再加上一个3800多的一个价格。虽然说整体没有花非常贵，但其实这个整体也没有让我感觉到很豪华。然后今天选片的时候，他们也大致给我看了一下他们精修之后是什么样子，其实不太符合我的审美，有点偏影楼的那种。接着我就跟那个后期团队沟通了一下，大概我想要的一个什么风格，然后就希望就是饱和度稍微低一点，然后整个的色调不要太鲜明。那一共是45天之后给我出片，到时候就拭目以待吧。至于酒店方面，虽然亚龙湾可能给的酒店也没有说是非常豪华的，但我觉得起码环境包括周边的设施要比香水湾那边好很多。所以最后总结的是，如果你想在三亚拍旅拍，一定要选择三亚当地的。但如果你想和我一样不想做太多的攻略，选择伯爵旅拍的话，走高端线一定要去亚龙湾。如果你想说性价比比较高啊，比较大众化的一点呢，我觉得一号基地也足够满足，但是前提是他们提供的住宿条件我觉得算是差的。然后至于像网上那些被就是旅拍骗啊，有什么更多的隐形消费，伯爵旅拍倒是真的没有，除非是你想把你的套餐升级需要加一些钱，这个也是可以让人理解的。然后最后一点，如果想拍照的话，在烈日炎炎的夏天不要吝啬你的防晒，全身上下都要涂，免得变成我这样现在浑身又疼又痒。你看这边是有很明显的分界线。我们刚才去火车头的那个海鲜市场和妈妈的朋友吃了顿饭，然后稍微喝了一点酒。我是那种喝一杯脸就通红的人。现在找了一个代驾，准备去一个泰式按摩好好放松一下，因为昨天实在是太累了。我们在大众点评找了一个附近评价比较高的一个泰式按摩，这点上写的是网红 SPA， 我们来感受一下。好，8823叫一个电瓶车，然后退房。我们现在要去退房了，今天各回各家，男朋友要回东北了，然后我还待在这边。谢谢。大家我现在已经到家了，然后回到家之后呢，刚好收到了一个包裹，跟大家一起拆个箱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我海淘了两样 BV 的东西。看到这个熟悉的黄盒子就知道是 Mass Versa 官网寄来的，这次我自己选了两样自己很喜欢 BV 的时尚单品。 Mass Versa 这个网站应该不用我说，大家应该很了解，它是一个来自德国的奢侈品电商网站，里面包含各种我们熟知的世界大牌以及小众品牌。我很喜欢他们家网站的原因一共有3点，首先第一点呢，就是品牌特别的全，款式也是很全的，然后经常会有一些折扣，也是非常划算。第二点呢，是它可以直邮中国，都是用 DHL 配送的，所以说在我下单到我收到包括清关的时间，基本上一周之内就能收到包裹。那第三个很喜欢的点呢，他们家网站上标的价格已经包含了增值税、关税、清关手续费，这一点就很好，货品到达中国后呢就不用太操心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拆一下这里面的两个单品。这次买的两个产品呢都是 BV 家的，大家知道这两年我真的是掉入他们家的坑。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眼镜，这个眼镜的包装呢还没有变成绿的盒子，好像是他们家的白色的那款是绿盒，一个很 BV 的皮质眼镜收纳包。我把价签拆了戴上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有几个颜色的，当时纠结了白色和黑色，很复古造型的一个窄框的眼镜。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入这个形状的眼镜，因为我脸型的问题，就是脸稍微有一点宽，对眼镜的要求呢一般就是那种大大的可以遮半张脸的那种会显脸小，一直没有鼓足勇气入这种猫眼型的眼镜。因为这种呢我还挺喜欢的，是那种复古 style 并且很有个性的。然后看到 BV 这款呢我就果断入手了，是因为它这个形状呢是没有非常的猫眼，
眼镜框呢是多边形的设计，其实是有棱角的，相对普通的那种猫眼镜框呢没有那么夸张，两边的这个弧度要比传统那些稍宽一些，正常传统那些都是旁边是尖尖角，我觉得这款镜框呢要比传统的那种不那么挑脸型。然后同款呢也有白色的，就是黑色的眼镜片外框是白色的，那一副也特别好看，但是那一副呢可能相对比较会更挑脸型一点，如果是毫无瑕疵的那种瓜子脸，但那个一定很好看。黑色呢要比白色可能没有那么有局限性，由于是黑片白框会有一些反差感，这个眼镜我非常喜欢，是我第一次入这种 style， 我觉得蛮酷的。然后第二个东西呢是一个绿色的盒子，是一双拖鞋，因为我现在不是在海南嘛，所以说正是穿拖鞋的一个时候。大家猜一下我买的是哪一款凉鞋，因为他们家有名的其实一共有三款，一个是最早出的 Lido， 就是那个编织款比较胖胖的，还有就是之后出的一个 Rubber Lido 和一个 Padded。 我买的这个呢就是 Padded 这款鞋子，其实我也有一点点真香，因为之前看到这个方方头觉得特别不适合自己，因为觉得自己其实并不是那种走在时尚前沿的人，觉得方头可能是驾驭不了，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款鞋子真的是越看越好看。本来想入的就是编织款的 Lido， 但是当我翻到它的时候有几点让我放弃了那款选择了它，首先就是价格，他们俩价格差了很多，然后第二点呢是那款显得会更中性一些，整体鞋面是宽宽的，穿起来很有个性，而我买的这款呢就稍显秀气一点。编织款呢用的是牛皮，包括鞋底都是那种 BV 比较经典的编织格，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更费料所以那款要更贵一些。那这款呢是小羊皮，摸起来特别的娇嫩，就很像小香 CF 包包上面的菱格一样。 Padded 和 Rubber 的价格是差不多的， Rubber 我也很喜欢，只不过我选的这款是三款之中最淑女的，也是特别喜欢鼓起来这种像面包一样的元素。颜色的选择还挺多的，我纠结了要不要买我这个包包同款的这个奶茶色，其实白色和奶茶色一样很好看，如果你夏天喜欢稍微跳一点的颜色，它的颜色选择真的有很多，无论是款式和颜色主要还是看自己什么风格，包括自己想要怎么搭配。那我现在给大家上脚试一下，我选择的码数是正码 37.5， 因为我就是 37.5 的脚，我觉得它的码数还挺正的，我穿的是刚刚好合脚的一个效果。但是这双鞋子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边上特别的窄，因为我自认为我脚其实还算比较瘦的，但是进去还是挺吃力的，我觉得这种鞋子应该穿会松，但是刚开始大家能感觉得到会有一些紧，如果脚背稍微宽一些，我觉得还是要选择 Lido 那款，或者是要偏大半码到一码这样子，上脚的舒适程度还是挺好的，我觉得要比爱马仕舒服。因为这个鞋子整体的材质是小羊皮，然后上面都是这种软软的，大家看鞋子里面也是一格一格的都是软软的，再加上后跟这边也是有一个缓冲垫，也是软软的，整体鞋子重量非常的轻，所以我觉得穿起来还是蛮舒服的。再加上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这个鞋子下面是有防滑垫的，所以说穿起来就不会像纯这种木质鞋底就像爱马仕那种那么会滑呀，然后费鞋子。今天买的这两样单品就是 All Black， 我真的都很喜欢，夏天拥有了 BV 这两样单品就感觉自己是时尚界的一个小宠儿。 Matresa 这个海淘网站无论是品牌啊包括款式真的都挺全的，我之前在穿搭那期不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款包包和 BV 他们家的靴子嘛，网站上也都有各种颜色各种号码，如果感兴趣和我一样很喜欢 BV 或者是其他品牌也可以，大家可以去他们家官网看一下。最近他们也有新年的满减活动，时间是北京时间1月29号到2月13号早上7点，整个的大中华地区还有韩国美国都参加活动，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我写在下面的信息栏，都是指定正价商品有满减的优惠，购买金额越高减的越多，尤其我现在在中国下单也是非常方便，并且收到也是很快的，又不用自己清关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这期 vlog 就到这里了，我现在要赶快去洗澡，然后给我身上的这个晒伤处理一下。如果你喜欢我这期视频别忘了给我点赞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每周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Bye.